不是你火舞一闪都不会啊！玩的是日本人英雄，还玩不明白，长得也像日本人。只因日本女人不会一闪，狂魔歌上演温州有嘻哈。 怒喷奇异整局，游戏一开始，观众们便纷纷投食，燕子宠物用家乡话表达了感激之情。感谢狂魔哥来喝豆浆的这个血瓶啊！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阿里嘎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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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随后模子选出一手赔钱虎打眼，看得出来这是要开发新菜了。一边吹嘘自己老虎多牛的同时，一边问观众出什么装备。 哎，你们先别扯别的，能不能出的我就说，能不能出？那我就输了，你们别骗我。模子刷野怪，还不忘绕后，一波操作自己都绷不住了。有那么一点瑕疵，问题不大。随后上路的老头也上演迷惑操作，当着模子面闪现，看来厨师不止一个。啊啊！你他妈干嘛，老头？ 不是你爷物啊！模子的质问让老头非常惭愧，于是这波不跑，以死谢罪。模子则在塔爹的帮助下打残对面两人。随后日本女人赶来，帮助模子拿下对面项羽人头。看到操作没有？我操！随后本局主厨登场，红区这波团战，日本女人破产版一闪开团，模子则和众人跟在后面上去接团。 结果一群人撞在项羽大宝剑上，瞬间被干碎。不是你火舞一闪都不会呀、啊？开始撤退。你火舞一闪都不会呀、啊，大哥。我怎么感觉你们连1200的人都不如呢？此刻的模子终于体会到上期打野嫦娥的心境了，开麦一喷四起来。选个公孙离对线他妈打不过苏尚香。 玩个老夫子对着墙他妈交闪现，然后大招又空，火舞连最基本的一闪都不会，你们是人啊！<笑>一波团战，模子崩溃，直接开启说唱模式，狠狠的鼓励日本女人。还没按到闪现，没按到闪现，你怎么不把你脑子带出来玩游戏呢？你怎么不说你不带脑子呢？你啊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智力缺陷残疾呢？你？你带脑子吗？ 一闪为什么不会用？老子问你话呢！一闪为什么不会用？一闪为什么不会用？回答我！这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像狂魔哥。得知队友是狂魔哥后，不知火舞也是加大了攻击性，与模子激情合奏。游戏可以输，吵架不能输。要你妈！啊！一闪不会骂别人菜，一闪不会骂别人菜，一闪为什么不会？一闪为什么不会？一闪为什么不会？你配合不出火舞吗？你啊，滚出玩游戏吧你！你要玩中单的你。 玩的是日本人的英雄，还玩不明白，长得也像日本人。对，你除了对对对，你会干嘛的啊？对对对，我说你是地能捏，对对对。模子爆表的素质加上温州说唱，让队友确信撞到了模子本人，于是开始尾行模子，并跳暖冬加人舞蹈。会玩你，他妈牛逼！你他妈咋不爷爷你？随后不久就被对面给平推了。 最后一刻，火舞还给模子表演一闪，毁灭吧！结束后，几位厨师也是获得了系统的认可，全队一个 MVP 都不给，整个直播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再刷哈哈哈，等我15个不发了，听到没有？